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去黑头了啊！咱们家去黑头小绿膜活动啊，给大家多赠一盒面膜。活动是今天和明天两天。好了吧？等15分钟就可以。好了，姐妹们，15分钟了。接下来，我觉得时候接的时候有点痒痒的。现在把这个镜头反过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大的、小的黑头都吸下来了。好了，把鼻子洗一下，洗一下之后涂一个毛孔收缩精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收缩毛孔的。这个真的老好用了，姐妹们啊！现在下单呢，给大家赠一盒这个，这个睡眠面膜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的，一盒里边呢有20条，里边是这样式的。每天晚上洗完脸之后，如果就是困了，洗完脸之后直接涂一下免洗的这个啊，这个是免洗的，又省事又好用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姐妹们，可以去拍今天、明天给大家赠这个面膜，再晚两天拍的话就没有了。